Hello， 我是 Fly， 快速带大家看一下 MSC16 的以上的一些户外的游乐设施有哪些哦。因为毕竟他们的户外的游乐设施没有分得很明确，说白了，16楼以上通通是属于这种户外式开放的环境，所以我就统一大概介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。好的，那好天气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走到这个甲板，然后旁边呢就是那霸港，甲板空间非常非常的宽阔啊，你要跑步还是走路都有个别的跑道。来跑步一下好了，哇，这圈真大，真的很大，这圈超大的。船头这边呢，一样就是会有高空的游乐设施，还有滑水道。那这边是一样可以有躺椅，有小型游泳池，可以这样子放松的地方，蛮爽的。那从这边下去呢，刚好甲板这边下去可以通到15楼的餐厅，所以等于说这边有跟15楼的餐厅户外餐厅算是连通在一起。那这边就是有我刚刚讲的比较近距离看滑水道啊，可是现在是封闭了，救生员不在场时请不要潜水或游泳。这边会有高空，刚刚我讲的一些高空的游乐设施在旁边这一整圈，不过还没到开放时间啊。15楼统一就是你的 buffet 自助餐的地方。那自助餐呢，它有少部分是在户外区，所以其实你也是想要享受在户外区吃饭也是可以，就对了。户外的游泳池区呢，每一个时间呢都会有带动跳的活动，非常热闹，而且呢大家参加都超级踊跃的，很热闹啊。好，我们就。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树乐高比赛啊，铲铲没有什么天赋，他就只会叠高高，叠高高之后就倒，就生气了，就现在心情还是很不好。然后他因为做的太简单，所以他不会惹其他小朋友青睐，就没有票了。会不会大崩溃？我操！那个小朋友哭了。小朋友弄哭大会。今天要去石原岛的岛上观光，旁边就石原岛啦。所以我们就决定等一下坐接驳车随便走走。没有，就游泳。晚上去游泳。因为今天的时间也不多，7点多吧，都会开船。那我们要很早就要登船了嘞。对啊，我们也不可能在这边多。美丽的早餐，看着石原岛，哇！现在10点，已经有很多人出关了，然后接驳车呢都在这里了，都先搭计程车，都已经要离开了哦。不过现在楼下的人潮应该是爆满了，所以就看你怎么规划你的行程。下船后呢，石原岛只有接驳公车以及排队的计程车啊，所以岛上并没有 Uber 可以使用哦，要特别注意。我建议大家提早下船哦，才可以避开排队的人潮搭车。超恐怖，我们大概10点半下船，没有想到等车等到12点才到石原岛的市区啊，超久的。然后计程车跟公车都很少，我建议啊，真的要一大早马上下船排第一个比较实在，不然像我们今天5点半就要搭船了。那我们12点到市区，人玩的时间不多。这里的接驳车不能讲是接驳车，是当地的公车，所以大人是200块日币，6岁以下是不用钱的。等于说你上车之前，零钱你要先准备好，不然你会拖延全部人的时间，这很重要。反正我们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在市区这一带好好的绕一下，看有哪些地方可以逛、可以玩的。实际逛石原岛的话，就是全部走它的小巷弄。小巷弄都是会有一些吃吃喝，哎，食人牛烧烤 ，How much for this one？ 哇哦，要送中间啊啊！哎呀，我看得到你啦，你在做鬼脸吗？你在做鬼脸吗，小扯扯？
这就啊掉了啦，我的啦，不要再摸了，等一下脸脏脏。我们在食人岛吃这个生鱼片，这是什么部位啊？我还真不知道，应该是尾。300块日币。那你这拉面多少钱？700块。700块？这300块，超划算。这个400块，还比我还贵。所以你要在这里吃生鱼片吃到饱吗？大盒的也才500块。那你怎么没有点大盒？啊，我怕跟我们两个吃一样。哦，我还要点个猪排套餐啊，1100啊。我们将近中午12点才到石垣岛的市区，但是啊 ，MSC 船只5点半前必须要完成登船啊，所以剩下的时间也很难跑太远了。这是超级大的，现在发出，明天会机油了，还没真实感。哇！大白鲨，传说大白鲨的故事，他喜欢吃。龙最强的，要小心，这么大颗给他吃掉一口吗？对，一口吃。我要打架，本大型金刚蛇，他们一起打架，还有一个变形金刚又坏掉了。好强哎，这么强哎，太精彩了吧！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变形金刚把它撞倒，然后大白鲨就来压船。我小时候有看过电视里面有看过，你小时候有看过？你现在不是小时候吗？转，快点！转快点！船歪了，船歪了，船歪了，换方向！可以啊，往前，宝宝，牵牵。啊！水好舒服哦。超舒服了，这一趟不虚此行。游泳的玩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要放松、放空。那如果你喜欢泡 SPA 或游泳的话，你在它的时间范围内哦，想来就是可以来啦，就很舒服。咦，亲亲。啊，不理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自己走。
这边躲，这边躲下。我们要来了。啊！找到王爷，找到。很意外，刚刚发觉路径不用再检查，那已经帮我们盖好章了，就直接 pass 过去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 MSC 下来之后，行李全部会在这边，基本上搞定，就这么简单。行李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五天四夜的游轮 MSC 旅程啊，就在你的后面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下次还会再搭吗？我还要，还要搭、哦。有人请客我就搭。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毕竟大家想要回来的时间、上船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就陆陆续续、慢慢的这样回来。然后呢，船尾跟船头的部分都有各开不同的闸道可以进来，你可以选你最近的闸道进来，这样比较方便。